我的这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演讲，题目叫做何谓地理学，为何学地理，地理思想的视野，听起来非常的 interesting。 好，那时间有限，我们就不要讲太久。对，我们就先欢迎我们的洪广济老师，他是台大地理系的洪广济老师。那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，他是固定的。对，好，那好，那在这个演讲开始之前，我们就先提醒几件事情，就请同学一定要去签到，然后拿一下学习单，等一下结束之后要收回来，就交给我。然后再来，洪老师就是大概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演讲，然后我们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发问跟讨论。好，那我就把麦克风交给洪老师。所以，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地。